第二章第二十节，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妈妈，我相信追问，即系而家例如好似 Ready Player One 咧，佢咪而家开始好兴一啲咧，一个叫虚拟社区，即系佢哋系入咗个游戏世界里边，然后大家花好多时间。咁例如佢里边一啲嘅保安啊，即系玩呢类嘅 game 个人嘅保安，同埋点样识朋友啊，或者呢啲值唔值得再补充？嗱，其实咧，你讲呢点好好啊，呢点呢种 game 咧。可以话顶尖你要备资质噶，一定要备。因为点解？因为而家你估而家呢一代黑衣人点嚟噶？佢蒙住面，佢变咗第二个角色，而嗰个角色咧就系直成系大奸大恶都做得出。佢以前唔够胆做嘅嘢，佢够胆做；佢以前唔够胆讲嘅，够胆讲。一掹咗个面具咧，就要腾鸡到好紧要啦！直成点解啊？点嚟嘅呢班人？呢班人就系有一个虚拟角色入咗一个虚拟世界，用一个虚拟嘅性格底下去建立一啲虚拟嘅友情。由头到尾乜嘢都冇学过，净系学咗虚假。嗱，佢个虚假成长得好快啊，成长到冇人性嘅一代啊，系咪？咁所以变咗好多呢啲咁嘅 game， 哇，入咗去啊，而家咁样乜勇士啊，咁啊同人打啊，同佢识朋友啊，然后大家组队出去嗰啲咧，避之则吉，千祈唔好玩啲咁嘅 game， 因为最主要里面牵涉到你已经唔系你直接同个 game 嘅 interact， 系喺个 game 当中大家互相玩，而系里面可以系社区性格上面以一个虚拟人物去结识另一个虚拟人物。然后当中咧，系今大家咧，系成个 game 都系由头到尾，大家都系讲价嘅。咁有咩用得到喺信仰度？因为就算策略 game， 我哋打嘅时候，我哋系讲真噶，大家都系喂，而家呢个时候打，完全一秒钟都唔可以错过，一个嘅拍子都唔可以错过，大家同步嘅程度一齐去进攻，全部系讲真，全部系讲效率，全部实事求是。但系而家里边嗰啲，我哋讲紧呢个世界嗰啲咧，嗰啲简单嚟讲，教你唔系人啊，点样成为一个唔系人嘅人啊？教你点样变成一个禽兽啊？变成一只魔兽添，唔系禽兽添，仲衰过禽兽。猪啊、狗啊、牛啊都好，系只魔兽。咁你讲乜都得啦，里面你做乜都得啦，全部系虚拟嘅、假嘅，系用假嘅性格讲假嘅嘢，建立假嘅友谊。而喺里面当中咧，系可以话你唯一成长咗就系虚伪，即系讲大话，习惯点样用五十个大话去冚一个大话，即系呢啲嘅世界掂都冇掂。佢会唔会带嚟娱乐？梗系会啦，即系犯罪做错嘢唔俾人捉到，都会有娱乐噶嘛。但系嗰个可以话一个终极嘅邪恶嘅成长咯，喺里边开头就算哦唔系啊，我一入到去做勇士，咁你做多两年啦，睇下你唔做魔手，系咪睇咗两年啦？你唔做贼喺里边啦，你唔做杀手，跟住你玩玩下，你就会做嘅。你觉得冇所谓啊？明唔明啊？但系你知唔知早年咧，我哋玩 game 嘅时候玩。我哋玩过 Red Alert 啦，或者系 Doom 啦，咁嗰啲杀戮 game 啦。你知唔知我同阿展明咧早年玩嘅时候咧，我哋净系玩蓝色吓，因为红色系奸噶嘛，系咪？我哋净系玩蓝色，我哋唔玩奸嘅，连咁我哋都唔玩啊！早年你知唔知啊？吓到最尾佢冇话所谓分中间咧，咁我哋先至肯玩红色嘅。你知唔知啊？呢个就系我哋为人，因为点解？因为我直唔俾呢啲咁沾染我哋。哇！因为奸嗰个统治世界要杀戮好多人，要毒气要毒人。哦，然后你就 carry 个角色，等佢哈哈哈哈统治咗世界啦，咁样啊，咁样，咁我哋都唔掂噶呢啲吓。谂下，我讲紧策略 game 啫嘛，大家拎飞机大炮，大家会互轰啫嘛，系咪？但我哋都净系打蓝色嘅，如果红色系代表奸，我哋唔打，直接去红色唔系代表奸，系真系代表红色啫。咁 OK 咯，咁我咪打咯。咁何况而家虚拟嗰啲仲系人嚟嘅，好多时里边嗰啲嘅情节。唔系人嚟噶啦，已经吓，唔好话奸定忠啦，已经。所以变咗，而家你咪亲眼见到啦，即系呢一代嗰啲咧，即系你估佢哋而家识得喺抽完揸架车周围撞人喺边学翻嚟，咪就喺个 game 学翻嚟噶咯。但系问题就系话，佢成长咗啦，佢成长咗里边嗰个 game 里面教佢嗰种残忍、冇人性、唔系人嗰种做嘢法，只要愤怒嘅时候就系个 reason 可以灭杀人哋嗰啲就系我哋成长过程当中就系喺人类社会当中学习。去禁止呢啲噶嘛？但系点解你突然间会有一代嘅黑衣人会喺香港出现呢？都其实就系因为呢啲 game。咁而事实上呢一个本身好多最早喺呢方面咧，已经系觉得即系已经觉得好危险嘅咧，就系、是、喺美国佢哋好多时写呢 game 嘅时候，你都已经系讲紧呢 game 真系会制造好多呢一啲咁样嘅呢一代。但系都唔及得而家虚拟世界当中咧呢一啲咁样嘅用虚拟人物做虚拟嘅角色，建立个虚拟嘅友谊嘅呢一个。咁恐怖啊！即系我觉得系成个恐怖，
直情呢啲 game 我一个都未玩过，我直情一个都未玩过。即系最终我会，即系我会睇啊，原来画得咁靓，系咁多咯，系咁多咯。但如果譬如当然啦，你喺里面扮蜘蛛侠跳嚟跳去啊，射下玩下嗰啲，你玩嗰啲觉得佢几新奇，佢都 OK 咯。因为好多时嗰啲翻到嚟有啲快嘅话咧，讲紧个半钟打爆噶啦，其实吓。但我记住我讲紧啲跳嚟跳去、射嚟射去嗰啲，要打成几个礼拜先打爆嗰啲，或者永远打唔爆，因为要百几层或者二百几层或者千几层嗰啲，嗰啲就唔好掂啦吓。即系偶然掂啊 OK 咯。同埋我系讲紧而家系讲紧咧一个成长咗嘅基督徒底下。直接玩 game 而成长，但如果我而家呢个标准唔系讲紧 nursery 嗰啲吓，明明都吓仲系三四岁，你叫佢打策略 game， 明明个字佢都点写都未知，即系讲紧系最好嘅成长当中嘅选择咧，就系呢一种嘅选择。箴言第二章第二十节，智慧必使你行善人嘅道，守义人嘅路。将我心情献，向主擦清思念，将我心意更新改变。随着我主扩张视线，除掉疑心恶念，甘谦地屈膝到上帝面前。歌唱诗篇，献上心腹千百遍，将心意今交托到祭坛正面。神荣耀光线彰显，全除掉软弱伪善，主光辉一道彰显，燃烧我里面。